我身后的这些就是我们窑变产品用到的釉水，釉水的前期呢是粉末状，然后稀释成液体，再根据不同的窑变配方按照一定的比例去调配而成，整个过程都是人工操作完成的。上釉之前，我们的师傅会对我们的釉料进行搅拌，然后再上釉。在上釉的过程中，不同的师傅上釉的手法跟上釉的速度都有所区别，从而会形成我们釉层有不同的厚薄度。另外呢，采用不同的上釉方法也会产生不同的窑变效果。现在师傅操作的是我们双层窑变釉里面上釉的第二道工序，叫喷釉。我们第一道工序是先上一层底釉，然后再进行二次喷釉。底釉跟二次釉在高温的环境下会产生不同的化学反应，从而形成不同的窑变效果。